政府用五億去做嗰個所謂搞教育咧，我上次嚟講嗰陣時已經講咗啊，係完全冇解決到嗰個問題，因為攞咗錢嗰啲咧就辦班就得噶啦。總言之，你有少數族裔去讀就已經達標噶啦，好清楚嘅。係唔講嗰個即係食嗰個到底個效果係乜嘢？第二，你冇解決到師資嘅問題，你俾五億佢，佢中意收咗啲少數族裔讀就當係。呢、這個好明顯係頭痛醫腳、腳痛醫頭嘅方法，即係叫做虛應故事。啊，我攞咗五億出嚟啦，咁樣。啊，陳瑞夫，我問咗你上次，你而家可唔可以今日答咧？有冇解決師資嘅問題，同埋有冇一個果效嘅問題咧？因為讀咗就當贏啦，即係好似港珠澳大橋咁起咗就當贏，係咪？第二就係貧窮率嘅問題。嗱，你哋話私家政策之後咧，就由19.4%。跌到做17.6%，但你要留心喎、哦。南亞又係23%，巴基斯坦係48.6%。阿哥，巴基斯坦係一個呢、這個少數族裔嘅骨幹嚟㗎，阿哥。你幾時可以降低啊？你有冇個指標嘅？即係話你滅貧有冇指標㗎？知唔知啊？泰國就22.4%，印尼就33.2%，全港嘅失業率係14.7%啫，哥，爭咁遠啊！咁你係咪即係你到底有你去聯合國有冇講過就係話我要降低咧？第三個就係隔離講啊，問你攞數字，你話我冇要求投考公務員職位同埋現職嘅公務員要報呢個種嘅族裔，連數字都冇，你點搞啊？阿哥。政府嚟噶，好啦，再講到就係你教育局有六個課程：法語、德語、西班牙語、印地語、日語、烏爾都語。喂，四個語言都係同佢哋冇關嘅，有兩個語言點搞啊？你有幾大力度？講嚟講去好簡單，所有嘅動物都平等，有啲人俾人有權，其實好簡單。我哋呢個立法會就係咁。我哋就係咁啊！我哋就係所有嘅選民都俾小圈子嘅選舉控制住，選特首如是，選立法會如是。所以各位少數族裔嘅人，你真係要支持民主啊，哥，係嘛？呢個下個禮拜就選舉啦，阿哥，你投票嗰陣時要支持嗰啲真係為你講嘢嘅人啊！我就係，因為我主張所有人都平等，並不是少數人。嘅權力大過多數人，你就係少數族裔，一定係要支持民主，民主先可以幫你解決到呢個問題。記住，投票嗰陣時係要投呢個沙漠嘅李卓人。